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来玩这款《达卡拉物语》，这么什么奇葩啊？游客 Google， 然后再下载是不是啊？20%，667MB 有，会不会太多啊？因为这个是直立式的竖版手游啊，竖版手游目前大部分都做成放置战斗嘛。那游戏目前是抢先体验中啦，12月3号开始，限量3档封测，台湾的团队创作研发的日系 RPG 手游，大家看看吧。想玩的话，会把他们的脸书还有那个下载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来看一下脸书的部分，有没有什么资讯可以看？900多个人追踪。好，这边先暂停一下好了，给他跑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脸书吧，因为还在下载。好，封测是到12月16号，我这边写的。然后厨子的话，到时候会返还吧，150倍。我看到这个战斗画面，应该是放置挂机战斗了哈。台湾的团队要开发一下这种游戏，对不对？因为大陆真的很多这种游戏。我看一下好了没啊？快好了，快好了，那我们切过来看一下吧。好，试试看吧，反正3档封测嘛，想玩的话就来，可以玩到12月16号。就一个伺服器是不是？这边是使用者条款，同意一下。这边有100%，终于跑好了。所以那个趴数就是那个游戏进度吧，下载的进度。哦，有稍微动画是不是？难怪要那么大。哦，有一个 BGM， 有点热血，有必要这么热血吗？这样感觉是阵营是不是？属性阵营。我还有要唱歌了嘞，没有唱歌。大地女神啊，请聆听我的祈祷。啊，这边是那种，韩国漫画都是这种滑动式的啦。自己拉，没有动画自己拉。好，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。不知道这个 BGM 有没有版权欸，理论上应该是没有吧。这个感觉是一个妖族少女啊，头上长角。好，我们当作看漫画。希尔达姐姐，米亚玛，这个姐姐是正常人类耶。哦，我们穿越了是不是？拿手机穿越异世界。好，我们现在其实在异世界，大家知道吗？异世界，防疫的疫，异世界，疫情，异世界，没办法，我也是99才出一次门啊，当个阿宅啊，字幕有点小，好，马上看到一个缺点，字幕太小了，然后节奏有点慢，这个战斗节奏比较慢一点，然后这边有 life 2D。我先把一些我看到的优缺点说出来吧。优点的话是地绘还不错吧，还有 life 2D。那缺点的话就是字很小。那没有语音算不算缺点？不算吧，因为语音这种东西不一定要有嘛。因为如果你要配日本配音的话，要花钱啊，预算不足，开发游戏都还没赚到钱，就要投入大量成本。
这个移动速度有点慢哦，以现在速食手游来说的话，哦，如果你最近有看我频道上的那个快打旋风对决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就打完了，下一关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又下一关。这款的节奏比较慢，然后人物很小，整个视野嘛做得很大，字也很小。这几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请测试员来试玩体验啊。他把大家手机解析度都当作很好吧？这么明显，字这么小。哪受得了啊！然后节奏有点慢，这个对话节奏我觉得有点慢啊。有没有跳过？没有跳过的功能。好，哈姆。目前游戏下载次数是1000+。本来我想玩另外一款游戏啊，也是12月2号、3号上线上市的，但是那一款不能用模拟器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哦，因为我只能用模拟器来试玩。手机的话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影像截取器，也没有去弄那些有的没的。点击城镇哦。他的字真的做得太小了，然后整个那个流程有没有？这个教学流程没有说太流畅。这边是愿望清单，你可以选三个。然后这边是阵营吧，爱德城邦，有三个阵营。滑动，滑动，滑动，不能滑。就是他那个点击的那个位置没有说很让你轻易点到，你要点得很用力，然后很仔细，很准确，他才会继续。哦，那个如果有游戏开发商听到我说的话，你们能改善吗？就以我觉得这个教学啦，这个流畅度不太流畅，卡卡的，然后整个节奏很慢。你看这个抽卡，你点旁边没有，你要点得很仔细，但是做那么小，你要慢慢点。好，抽卡会有日文配音嘛？啊，这刚刚那个角色精英的。你要点得很准哦，点到旁边就没反应。好，获得两个角色，初始角色嘛。然后他这个教学啊，是变暗然后变亮，提醒你这样，你要适应一下。他应该要做一个手指这样移过来，提醒你。他没有做手指，我比较不喜欢这一种整个变暗，然后有个地方亮起来。然后这个自动也做的超小。然后中间为什么会闪一下闪一下？感觉那个画面好像怪怪的。哦，这个流真的很慢，真的很慢。打怪打的有点慢，不能说它不对，而是因为现在在这个当下这个环境，手游这个环境太慢了。大家都喜欢那种快速蹦蹦蹦蹦蹦，然后就下一关蹦蹦蹦蹦下一关。从列表中选择五只英雄一起冒险，可以选重复是不是？不行，可以换位，前二后三，然后一定会有阵营啊。我们现在是这边两个，然后这边两个。
同阵营的话有两名、三名、四名、五名。好，我现在是两名而已，所以生命是加10%。然后这边是一之一，我们的关卡目前一之一。然后自动可以开启，应该是自动放技能啦。就它这个战斗系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很多游戏也是做成这样，就是可以开自动，然后下面是有那个技能可以让你自己手动释放。就是它这个城市的那个游戏的那个流畅度，你会觉得有点卡。好，升级到11级，然后10级应该是要突破啦。好，这边看起来是装备。好，了解，我们回来首页吧。好，教学大概到目前是10分钟。这个教学章 OK， 10分钟是 OK 的。没有公告吗？哦，比较慢。12月3号嘛，然后测试时间到12月6号，然后三档风车安卓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可以用模拟器，然后150%那个出资返还。好，我刚刚是用游客啦，然后你可以用 Google， 可以再绑定吧。好，离开。好，这是我目前的状况。嗯，没有画质了嘛，对不对？画质好像就这样。然后这边可以改名，要100这个彩色这个水晶。那我现在在一之一伺服器一，这个好像是我刚抽的一些卡池吧？英雄证啊，我重复了，好奇怪了。好，这边可以绑定 Google。公告看了，背包龙与魔法任务。OK， 这个是那个活跃度嘛，每日任务、每周任务、主线任务，好，三个基本任务。很难，现在这种玩法很多，你想要脱颖而出会很辛苦，我觉得。这个应该是机遇吧，啊，有点慢，有没有？整个几率，整个那个跳出视窗那个速度略卡。好，这边还没开，还没开，还没开，还没开。好，那功能化做成这个样子哦。这个是城镇哦，完全不像城镇啊，在空岛一样。这是一个空岛的世界。酒馆的话，应该是有其他的功能，是不是？没看到，都还没收，还没开。好，聊天室。现在时间半夜三点。那我刚登录的时间大概是两点多，没错。然后有一些人讲话。没有锁是不是？因为有的游戏会锁等级啊。就聊，不让你一开始就能直接聊天这样。好，主线任务就放置战斗嘛，放置挂机战斗。前往赛季是怎样？二之一。好，英雄养成，我们刚刚有来这边升级嘛？好，没有经验值。然后放置的部分在这里是不是？好，放置的部分在这里。每场有没有每分钟啊？不知道，他就说场，是这个这样打完算场是不是？这样打完是算一场是不是？搞不好哦。我们给他打完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慢，真的很慢。好，有了有没有？应该有了这个收益，2块金币吗？好少，不知道。那怎么战斗？挑战。好，这边。嗯，这个东西可能是奥义吧。这个游戏的奥义叫龙与魔法。然后跑蹲。然后就开打。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可不可以放大一点点啊？有点小。然后锯齿然后就比较明显一点。希望能放大一点。好，神力。
酒馆，有任务，我刚点了嘛。好，主线任务，主线任务就要你通关，然后领这些成就吧。不够流畅，不够流畅。我每次都搞不懂，呵呵，好找一下。好，获得这个狗狗啊，他应该是算英雄嘛，灰狼之类的。这里，苏鲁圣殿，好，要把英雄升阶，然后需要合成。合成两只相同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进阶，可能就变加一之类的。上页，里面让我看一下它升级的样子。有啊，这边变一颗星了，这里，因为别人没有啊，所以它是直接升星。好，那这边会依序开启功能，主要是你的主线任务要一直打。好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啊，还有人讲话是不是？不睡觉，不睡觉。现在时间是12月4号半夜时间，礼拜六，放假时间啊。好，我再玩一场吧。你如果喜欢这种慢节奏的话，是可以试试看啦。好，二次元日系风格的。那如果你喜欢那种快节奏的话，快打旋风目前是广告打最凶的，有找我那个831代言，每天开模拟器都看到那个快打旋风对决的广告，所以我也有玩啦，玩了三天了。哦，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应该也会发布啊，发布第4集吧。刚刚我有玩一下，反正也是这种放置挂机，然后抽卡养成，只是风格不一样。快打旋风是卖情怀、卖 IP 嘛，那这个就是自创日系风格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想玩的人就来吧，想试试看就来吧。目前正在三档封测中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